是你阮身边。感谢啦。因为知影，感谢啦。看你们这些认真的同学合照，这次刚好是有得奖，有奖，有奖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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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帮忙我们，所以你看，这是我们班第一次哈，第一届我们班的十几个人，而且还有两个是特优哈，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那个特优，因为还有我们大力普通职的一个，尤其我们这个国庆老师真的是很令我，其实我现在即将就跟你们老师就很熟哈，所以我们很感谢我们学校的那些老师还有大力普通职，好像为我们学生这样的一个付出跟做这些。那个阅读工作坊的，其实阅读工作坊其实从早期学校那边开始就做得非常好，所以好有缘哈，我们谢谢我们什么，我想感谢一下。啊，同学如果有老师向那边照一下，这边如果同学有机会以后哈，其实阅读里面这边他们那个老师哈都很，这边几乎天天都有人啊，他们比我们还勤，每天都有人在这边，他说有那个问题。像我刚刚跟我们同事之前跟我们同学讲过，如果第一个投稿完之后，下一次目标就要写小论文。对，然后暑假哈，我们暑假做一次小论文。其实我们学校去参加比赛有得奖哈，被校董看到了，都非常高兴。那我在大陆那边没有办法看到，然后回来我有看一下的话，看到我们参加什么比赛啊。什么得奖啊？有些技能竞赛得奖，都非常非常高兴。那我们校董对校长、学校的老师带领的这些人，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，那大家都非常高兴。那在这里谢谢老师，所有的那些退休的老师，还是以大力阅读工作坊的名誉，然后再推广这个这技职教育，这样子的话，非常感谢各位老师，好，谢谢。好，大家喊一下，昌工加油！昌工加油啊！来，昌工加油！